要做的是比较动态的瑜伽练习，所以在等一下练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些小小的跳跃的动作。那如果你不想要做这么大的话，你用双脚移动，用走的稍微快一点点，用自己的速度来做也可以。那我们就从暖身开始咯。我们先让身体来到四足跪姿，在这里呢我们做一点点脊椎的伸展，手肘保持弯曲，吸气打开你的胸口，吐气拱背，吸气延展，吐气拱背，同时找一下你的呼吸，今天呼吸的速度是如何，吸气跟吐气长度是否相同。如果等一下在做动作的时候发现身体有一点紧绷的话，你可以用嘴巴稍微吐一口气，或是动作如果你觉得太过于复杂，那你就先保持自然呼吸，不要憋气就好。最后一趟，我们让身体停留在拱背，找一下核心的力量，所以感觉你的腹部往内收，肚脐往脊椎的方向在收紧，维持现在这个力气，把你的背拉长，下巴微收，在这里双脚借我踩住地板，两个膝盖轻轻的抬起来离开地板，双脚轮流向后踩，我们做右左再踩回来，膝盖弯曲，可以选择离地或是放下来，右左连续动作咯。退后退后，向前向前，后后，前前，吸气吐气，吸气吐气，再一趟，吸气吐气，最后一个，吸气吐气，膝盖落下，脚趾头踩着，手掌心朝上，手肘落下来，伸展我们的胸口，重心向前送，微微的抬头，吐气，胸口往下，背往下，吸气向前，吐气向后。所以我们移动的不只是你的上半身，还包括你的大腿和我们的臀部，一起往前推，再往后去，最后一趟，向前向后，手掌心帮我维持朝上，我们调整一下手的位置，让手肘来到肩膀的下方，双脚踩下地板，肚子用力咯，两只脚向后，我们来到一直线，重心向前向后，往前吸气向后吐气，再一个，吸气向前吐气向后，最后一个，把膝盖轻轻的放下来，双手我们撑一下地板，让身体来到高跪姿，右脚向前跨90度的脚，两只手往上，右手拉着你的左手臀部，记得放下来，吐一口气，身体向你的右侧伸展，吸气回正，吐气向右，最后一个，身体回到中间以后，双手放在脚的内侧，请你把右脚再往外走一小步，左脚向后伸直，我们来到弓箭步，臀部上下动一动，往下的时候吐气，往上的时候吸气，你可以让前方的脚轻轻的勾起来，再向下踩，臀部向上提，再往下伸展你的大腿，最后一次，在这里我们稍微停留，打开你的右手臂往上提高，吐气往前方走，往你的右脚脚趾尖的方向拉长，吸气往上，吐气斜前方，再一个，吸气向上，
气向前。我们把手放下来，膝盖先跪下来，想反边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高跪姿90度的脚，手臂往上，屁股放下来，左手拉右手，先长高，再往旁边去，向上提，再往旁边伸展。我们再做2次，往上拉高，再向左，向上提高，吸口气，吐气，侧腰，身体回到中间，两只手向前摆，移动一下左脚，稍微出去一点点，右脚向后伸直，臀部上跟下，往下的时候都是吐气，往上的时候吸气，伸展一下你的左脚腿后侧，髋关节，大腿的内侧，准备停留在你可以的位置，左手往上，背跟着向上提高，吐气往脚的斜前方去，同时再把臀部往下放一点点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往下，向上提，再往下放，最后一趟。手回到地板，把你的两只脚都向后，我们来到下犬，双脚踩下，将两个膝盖弯曲，用走或跳的靠近你的双手，打开手臂向上提高，合掌吐气，我们做2趟的拜日式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前弯，手找地板了，双脚向后，重心向前送，手臂弯曲，胸口落下，肩胛骨收往上提高，吸气，双脚踩下犬，走或跳靠近的手，打开双手，我们往上合掌吐气，再一个吸气最高，吐气前弯，首先扶好喽，双脚向后，走或跳都可以，重心向前，手臂弯曲，身体落下，吸气往上，双脚踩下犬，走或跳靠近你的手，打开双手，我们向上合掌吐气，放松你的双手，放松你的肩膀，稍微活动一下，调整一下位置，我们稍微站中间一点点，把你的右脚向前踩，左脚放在后方，脚趾尖都朝向前方，我们来到金字塔的伸展，将臀部稍微向后送，身体慢慢的往下，手可以找到你的左大腿，找到你的右脚的大腿，或者是找到小腿，除了膝盖以外，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放，当然够柔软的话，你可以让双手来到地板，肩膀放松一些些，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平衡的动作，需要你抓的是后方的左脚，那虽然说是抓脚，但是如果找不到脚也没有关系，手就背在后面稍息也可以，准备好咯，重心稍微往前，两只手跟着向前走一小步，把你的左脚弯曲勾起来，右手向后去找到你的左脚，如果有抓到脚的人，把你的胸口再打开，你可以试着把你的右脚稍微伸直，背再向上提，找不到脚的话稍息，背在背后也可以，保持右边的肩膀，胸口是打开的，我们再停留一个呼吸，吐气，脚留着，手先放下来，把你的左脚向前送，大腿靠近你的腹部，在这里微微的低头，我们做吐气，吸气往后拉长，抬头同时抬脚，弯曲膝盖，吐气向内收，
吸气延展，伸展你的腿后侧，再一个吐气，膝盖弯曲，右大腿还有你的肚子用力拉长，慢慢的把脚踩回来，手扶着腿，我们让身体上来，相反边咯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手臂往上，臀部慢慢向后，身体向下，两只手可以找到大腿、小腿或者是地板，保持你的肩膀是松的，脖子也是松的。停留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让你的两只脚都伸直，但如果真的觉得很紧的话，前方的左脚可以微微的弯曲一点点，那后面的脚要尽量伸直哦。好，我们移动重心咯，往前，手向前走大概一个手掌的距离就好，右脚弯曲勾起，左手向后稍息背着或是抓脚都可以，大腿向上，胸口打开，我们停留做三个深呼吸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再一个，脚留着，手先放下来，两个膝盖都弯曲，我们做拱背，拉长你的右脚，吸气，吐气，拱背，吸气拉长，再两趟，吐气拱背，吸气拉长，再一回，右脚再收进来，靠近身体多一点点，拉长，把你的右脚踩回来，双手找大腿，身体送回来，两只脚打开来，比臀部还要宽，两只手往上，我们提高，双手向后绕，背在后方，胸口保持打开来，吐气，身体向前，伸展一下你的肩膀，脖子放松，头可以轻轻的左右摇一摇，晃一晃，两只手留着，把你的背再往下，再一个吸气，吐气向下，双手帮我顺着你的脚向下找到地板，两个膝盖微弯，双脚慢慢走进来，脚尖脚跟靠近你的身体，一只脚先向后，我们来到跪姿，臀部坐在脚跟的上方，手臂往上提高，吐一口气，右手向下，屁股往你的左侧去，吸气往上，相反边，两边轮流，再一个，向右，向左，最后一次，向右，向左，我们让身体回到中间，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，先借我你的手，右手往斜前方，好像抓一个东西，抓进来之后吐气，往下放，再次斜前，吸气，吐气放，吸气，吐气放，相反边，左手往斜前伸展你的背，往下放，再一次抓，嗯，放，抓，再放，双手往上提高，掌心往下压，你可以用嘴巴吐气，肩膀向下，往上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个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你透过刚才的练习能够让身体得到更多的力量，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